你这卡布奇诺。他用那个巧克力酱掩盖了掉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就直接烤 cheese 吗？直接烤 cheese。空酱，空酱。打两下，打两下。给它拍两下。小心手啊！那后面就太热了。其实还可以再深点，我们没有掌握好时间。